我们就是把那个游标先停在那个阻挡里面嘛，所以我们前面的布局就是为了后面能够快速的产生我们要的枢纽分析表。所以前面部分当然你如果没有做好的话，然后后面当然就会处处都是问题哦。那前面特别强调就是说，你这个总表里面，它这边其实就是有点像把那个资料库的概念加进来，然后产生之后的话，也要产生这样的形态，这是规则。OK 哈，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哦，也不要问我说老师为什么不行，因为这就不行，因为它规则就是这样子，那就规定，这个也不是我定的哦，因为这也是有本来它就这样定的嘛。OK，我也没办法去修改啊，对不对？那我顶多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用快一点的方法把那个问题解决掉啊，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在源头就是很喜欢用一些什么扣篮自终，你如果喜欢用扣篮自终，我跟你讲，以后的话你要把它改回来，你要配合输入面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尽量有一些比较不良的那种坏习惯，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里面像什么常见的遇到问题就扣篮自终嘛，然后还有什么？里面常常喜欢用什么总计啦，小计这边又多，前插入什么呢？插入一列啊，这列里面就是一个总计，然后呢，或者是这边就全部空白，那也不要出现，不然的话呢，你就不符合规则啊，你叫我这怎么办？你把资料丢进去，就是产生一些奇怪的东西，奇怪怎么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结果啊？因为你的源头就是不对了啊，所以呢，这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反正你就是最后就要长得像这样就对了。然后呢，你需要分析的栏位，如果没有，你就要把它先产生。像这里面的话，它有预先产生什么？刚刚有一个叫什么销货，数量乘以单价，有没有？最后的话会有个销售金额。也就以后如果你资料来源里面没有这个栏位，但是你要必须要加总的话，你就需要怎么先预先多这个栏位。如果没有这个栏位，那很抱歉，你就没办法做出那样的结果哦。另外还有这两个栏位，年度跟月份。其实这年度月份你不加也没关系，你可以用群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干脆加一个好了，我不要在群组，因为群组有时候很麻烦。如果你觉得群组这个功能很麻烦，那没关系，你就加一栏嘛。这个东西都可以弹性的去做调整，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你不要说硬性，我一定要用群组，没有。你如果不喜欢用群组的话，那你就不要。你就加一个栏位就好了，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如果第一个问题，我游标先放在这里，我希望把那个业绩的什么呢总额帮我加起来，那我第一个先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接下来的话呢，它会帮我把整个工作表也就是说它只要你游标放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储存格，它就会自动帮你扩展到这个所有的那个范围。那当然有一种情况会发生错误，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你中间断开来了，那断开来就不是范围了。所谓的范围是指的是连续的OK，如果你不连续的话，那就不会是一个范围。所以有的时候，奇怪有选，怎么奇怪底下的东西不见了？那因为就是你中间有断开了，OK，如果没有断开的话，那理论上应该会帮你把它整个扩大，OK，按确定。接下来的话呢，它会出现就是像这样的话，枢纽分析表。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可以把什么呢？销售的金，所以这边我刚刚讲过列在这里，栏在这里，还有值在这里 ，data 另外其实这个就是第一维了第二维。那如果说将来如果你觉得你的分析还不够的话啦，其实我们在上一次有讲到，就是那个。这边还可以再加上第三维，就是说你可以在什么，在你筛选完结果，还可以在报表里面做筛选。那首先我们先针对第一个问题来看就是我如果要把所有东西加总的话，那把销售金额整个拖拉到值就好，但是不用跟他讲说你要是哪一个的值，列还是栏都不用。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会把整个公司的所有的销售金额通通帮我加总起来。不过有的时候那个像这种数字阅读不方便，我的习惯这样切到常用，可以用千分位符号，然后呢把小数点去掉，这样的话看会比较清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百万、千万、亿，然后24亿就可以马上比较可以判断了。如果你没有千分位符号你要自己慢慢算，很不方便。所以一般习惯就是说，你要为了要让它就是
阅读便利的话，好，你可以怎么样切到常用里面呢？你可以用千分位符号，再把小数点去掉，这样的话就一目了然。那请各位哈，第一个先把那个工作表一，哎，这个把它改名叫零一好了，也就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答案。那并且哈，帮我把这个零一拖拉到哪里呢？最右边好了。所以后面我们如果十二个问题，那请各位就是分别产生十二个工作表，好，并且呢哈，就是再把这个十二个工作表列在后面了，我们一个一个分别来看哦。所以第一个把那个总表部分呢，里面的总业绩就统计出来了。那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我今天呢第二个问题他要问什么呢？哎，再帮我把各县市的业绩加进来。那我们可以把那个各县市哦，把那个要统计的，你可以放在栏或放在列栏哈，不过好像放在列会比较简单，会比较明了一点。所以呢，我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来把那个零一哈变成零二，就第二个问题。不过呢，特别注意哦，零一变零二的话，你可以复制一下，干脆直接把零一复制，然后改成零二啊。复制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零一哈拖拉之后呢，按 Ctrl 键 ，Ctrl 键按住哦，放开。这个时候的话哈，它会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零一，那你把这个零一哈，把它改成零二好了。好，那我们用这个来改会比较快了，不然的话，你如果要重新再插入一个新的数字，感觉好像动作会比较多，直接复制好像比较快。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只需要什么县市？哎，所以这边的话统计啊各县，那所以这边的话有没有县市名称用？那你就把县市名称呢，一般习惯是拖拉到列标签，放开。这个时候呢，自动就帮你把那个列标签自动就显示出来了。哦啊，当然呢，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重的，我放横的可不可以？其实当然也可以啊，你把它放在蓝标签放开，它只是说放横的。不过呢，放横的跟放重的哈，其实就视觉上来看啊，你会发现用放横的哈，它有个问题啦，因为它旁边放不下，它就后面看不到，所以理论上哈，好像放在列上面哈，会看起来比较一目了然一些些哈。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哈，产生我们要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呢，你产生县市这个名称之外哈，我们另外还可以利用所谓的筛选功能啊。其实当然你做完之后的话啊，它一样会在旁边会多一个箭头啦，这个箭头呢基本上就跟我们之前在 Excel 里面使用过那个筛选功能还蛮像，就是你要找哪一部分的资料，如果你预设是全部显示，可是如果说哎，你只要针对某些县市，重点县市，比如说我要针对是北北基好了啊，北北基桃等等啊，反正就是北部的县市的话，那你可以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哦，哎，帮我只留下什么全选打勾取消，把那个台北市，不过这次就知道台北县哦，桃园好了， OK， 这几个县市我要留，按个确定，那你会发现它只会怎么样留下你要的这几个县市的 data 出来， OK， 所以你还可以怎么样针对你要的资料去做进一步的筛选啊。那筛选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除了说你可以哈，透过这边去筛选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哈，如果你想说，老师我只是大概知道说，我知道开头叫台北的，哦，我以前叫台北，好啦，比如说我筛选的方式，我想要用关键字，就像一般我们会用那个关键字查资料的话，那你这边呢，甚至你可以怎么样，可以用那个所谓的这个值的筛选，好，可以去做其他的筛选方法哈。那这边的话呢，因为它题目里面要我们把它全部列出来，我们把它全部列出来。好，第二个就完成了 ，OK。啊，当然其他你可以配合筛选功能哈，再去做其他筛选。那另外的话呢，哈，在筛选之外哈，其实各位也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什么呢？排序啦。所以你会发现它这边除了说可以把你要的县市带出来之外，啊，最后也许你可以什么，假设你今天希望按照什么呢，哎，笔画少的在上面，笔画多在下面的话，那你也可以什么让它再重新排序一下，哦，让它做一个按照笔画排序。那除了这个之外，哦，如果你要按照什么，按照资料的顺序排序的话，那你也可以按照资料，哦，
里面也可以做那个 Z 到 A 跟 A 到 Z 的排序，好，笔画的排，或者是你可以按照资料排序，这些都可以，它可以让你重新再按照你要要求啊，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主要要看哦，因为业绩啊，主要还是由高到低排列，所以看得出来哦，这家公司呢，它光台北市的那个业，它那个业绩哦，所占的比重哦，哇，就超级多了。不过其实你会发现啦，当然如果你看数字看不出百分比，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对吧，哎，延伸出去，最好是哦，台北市占比重多少？所以台北市占比重多少？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又不希望说把它原来的金额移掉的话，你可以再做一件事，就是你可以怎么在旁边呢，再把销售金额拖拉下来。但是你会发现哦，哎，奇怪，这个名称一模一样。那你没有关系，你可以怎么把下面拖拉过来的这个东西哦，把它改一下，改成什么呢？在旁边有一个，哎，你可以点击这边哈，它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值的栏位设定，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呢把这边改成百分比的话，那你可以呢点击旁边这边，然后它有个什么值栏位设定，那它这边值栏位设定除了预设是加总嘛，哦，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切到那个显示方式的话，那假设我今天希望在哎这个公司哈，哦，各县市的那个占的啊销售金额所占的比重的话，那我可以什么把它改成呢总和的百分比 OK，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哦，哎，这时候呢马上就出现了，刚刚我很想知道说，哎，到底这家公司哦，光台北市呢它的销售金额哇就已经是占了快一半了，哦，所以主力啊一定是在台北市，哦，那另外像什么台北县就是13%、哦，OK， 所以这边的话两个台北这个台北跟新北哈，加起来的话比重都超过一半哈，所以这个是额外的了啊，所以请各位再把这个功能稍微试一下，主要就是像筛选功能跟排序功能，另外的话还有按照资料的排序啊，资料排 Z 到 A 跟 A 到 Z 的排序哈，啊，最后呢我是再增加一个延伸性的那个功能哦，就是加上一个所占的比例啦，那你会发现哦，这个地方你可以再多一栏，两个其实都是把那个销售金额做加总，只是一个是显示它里面最后加总的金额，一个是加总金额再加上百分比，好，所以特别重要，我这边只是说把这个呢里面的那个值栏位设定哦改成计算百分比，那因为这个功能其实蛮常用到的 OK， 那当然底下还有什么蓝百分比之外哦，它什么针对蓝做百分比，做蓝横向的，纵向百分比哦等等的，啊，当然不过这相关功能的话，后面有带到的，我们再来看哦，按确定。好，那再来的话，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把那个我们的各县市哈，这个业绩总额把它显示出来，啊，除了显示它的金额之外，我们多一个百分比哈。接下来的话呢，哈，除了说我要各县市，我还希望呢把那个各部门的业绩也帮我加总进来，啊，所以这边的话呢，各县市、各部门，啊，那显示的结果哈，啊，类似在云端上面哈，啊，这边可以类似长这样，啊，当然呢，我们有很多种显示方法，你要在同一维还是说不同维交叉分析。那比如说我今天是把它放在同一列好了哈，哦，你会发现哪个县市的哪一个部门它的结果，那我们来试一下这边哦，啊，一样把那个干脆把01好了，哦，再复制一个 Ctrl 键按住哦，拖拉，然后把这边改成03 OK 哦，那如果说我今天哦一样哦，我要统计的是什么，统计的是它的题目要的是什么？题目要是各县市各部门 ，OK。那各县市各部门的话，当然哦，你有几种分析方法。县市，我们可以把那个县市名称先拖拉过来，然后再来怎么样？各部门啊，部门名称，当然你可以把它放在栏，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呈现，好，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把它放在同一列里面呈现。哎，两种方法，一个是纵向一维的，一个是二维的方式呈现的哈，
啊，不过理论上哦，比较常见的应该是交叉分析，哪个部门在哪个县市，它的业绩占比各是多少？当然，我们现在显示是金额啦，不过你也可以怎么样，利用刚刚讲的哦，你也可以把这个里面哦，比如说我要百分比的话，占比多少？那你可以怎么样，把这里面呢改成刚刚讲的哈、哦、那个计算百分比啦，也可以把它用百分比的方式显示出来，哦啊，当然。两边可以交叉分析，因为有时候占比看起来会比较清楚一些些啊。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呢哈，我如果说还要再把里面的东西啊，接下来就第三个问题完成哈啊。但其他你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如果我把部门名称跟县市名称放在同一围的话，那个效果好像会变成像这样子啊。里面的话变成说，它里面哦会自动，当然你会发现呢。这种显示方式，它在最下面一列会自动帮你做合计，就是说呢，哈，哎，台中市它的占比是这么多，那业务一科跟业务四科比例是多少？好，那底下会帮你做合计啦。但如果说未来哈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你遇到合计，像这种合计哦，有的时候以后你都会想要把它删掉，我不要看到下面合计。假设这边的合计跟这边的合计，如果不希望出现的话。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在这个上方哈、哦，就是在你的枢纽分析表按右键，那你会发现哦，这边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小计县市名称，有没有？预设是打勾了。啊，如果说你今天不需要说，哎，它里面的那个小计一直出现，我不需要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小计打勾取消。那这边一样哦，按右键哦，这边可以移除总计。如果说呢？刚刚讲的是它每一笔每一个县市的下方会帮你针对部门名称做合计，好，你可以把它就是小计把它移掉。另外的话呢，最右边的这个合计啦，假如你不要的话，这边有移除总计啦，有的时候，不过现在这个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就不把它移除掉。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把那个县市跟部门名称看你是要交叉分析呢，还是要什么呢？还是要用一维的纵向分析啊？这两者、哦，我想各位都可以试试看哦。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说呢，我们最后把那个值的设定哈、哦，把它改成百分比啊。当然，如果你要把它改回来的话，就是无计算，好、哦，没有计算，按确定，它就不把百分比好、哦、把它这个就是显示为百分啊。当然，这边还有另，如果你把它改回来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哦。如果里面是空白，可是空白感觉好像这样看起来不好看，所以如果里面是空值的话，我希望就帮我补个零，或者帮我减的符号等等的话，那一样啊，你可以从什么呢？上方的那个选项啊，这个可能要在选项里面做修改，选项里面的选项，好、啊，从这个选项里面的选项里面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设定了、啊、哈、啊，这个设定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叫什么呢？预设是版面配置与格式啊，里面的话就是若为空值，它预设显示为没有啦，就是空，里面空的就保持空。那如果我若为空值呢，我显示为零。好、哦，那这样的话按确定，它会自动帮我把里面补零，或者是说它补一个减的符号。OK， 你会发现它里面补个减的符号，那这样的话看起来好像哦，就应该就比较 OK 一点哈、哦。所以这个是。问题03，好，是针对那个各县市各部门的那个业绩的总和的做一个交叉分析哈、哦、啊，当然呢，这里面哈、哦，除了说这边之外哈、哦，其实你会发现啊，这边当然也可以再做进一步的筛选，比如说你只要哪些县市或哪一些部门哦，也可以再做那个筛选，然后排序，这些都可以利用刚刚讲的功能再把它加进来哈、哦，那你可以。统计出你要的结果了，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一样总计部分帮我做排序，例到 A 啊，帮我排一下，一样从台北市里面看，好、哦，每一个哦 ，OK 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问题03的部分，好，问题03，那问题04的部分的话哈、哦，接下来就是什么了？各部门啊，哎，部门卖什么样的产品，它的业绩总额啊，所以哎，部门。从部门跟产品之间哈、哦、做交叉分析，那我如果希望呢看到的结果哈、哦，哎长得像这样，就是
哪一个部门，他哪一些产品，啊，也是帮我把它分交叉分析一下啊。啊，其实做法差不多，所以我们再来就是把那个干脆把刚刚的这个工作，零三好了哈，干脆复制一下 ，Ctrl 键按住。这边的话呢，把它改成零四。那我们如果部门哈，现在差别就是说县市不要，所以县市不要的话呢，把它往上拉，拉到空白处就是移除，放开县市，好。然后呢，把业这个部门名称拉到那个列标签，那并且哈，帮我把什么呢？把那个哪个产品，产品名称，所以这边的话有没有？商品名称拉到哪里呢？蓝标签放开，是蓝标，我看看，它是要统计啊分类了哈。那这边不是名称，是分类名称，所以把那个分类名称拉到蓝标签放开。OK， 这样子，那就可以统计出我们要的哈，所以零四就可以很快的产生了，所以你一目了然就知道说，哪一些啊？不过其实也是一样，数字部分哈，真的比较不容易呈现出那个要的比例问题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一样做，把它做排序，所以按照总计这一个栏位，那我们先把它做资料的排序，所以资料里面有列到 A， 哪个部门啊？最后加总结果。是最高的好，然后呢再来什么，干脆用百分比算了，因为如果没有百分比看起来不太清楚好，然后哪一个部门它的业绩是最好的，啊，后面其实下面你们也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底下也可以再插入一个枢纽分析图，用圆饼图就可以看出很清楚的结果，哪一个部门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所以这边的话呢一样，我们就是还是一样，干脆把这个部分的那个里面的栏设定哦，干脆把它改成百分比算了，好，把它总和百分比按确定。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出哈，业务三科它的哪一个呢？它的业绩目前看起来是最好的哦，占了34%哈。OK， 然后它卖的东西 OK 比重哦，比如说29 OK 哈，那总计多少哈？那这部分的话呢，金额部分看起来好像卖主机板应该是比较赚哦，因为其他好像真的是汇流牌好像就是啊赚那么一点点 ，OK， 所以其实从那个百分比里面看得出来，哪一个产品哦是销售主力，有没有？如果你光看数字，有的时候看很久还是看不出来，好像百分比相对的哦可阅读性会比较高，当然最后呢还是可以把它加上图啦，图的话那。那个可阅读性相对会比表来的哈，图表来的更清楚哦。OK， 那接下来的话呢哈，对调可否将上表中蓝列对调啊？对调的话就把零四拖拉过来，这边改成零五。那对调的方式的话就是把分类放到这边，把部门呢拖拉过来。两者对调一下，好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怎么，从分类名称，好，从那个这个以分类名称为主啊，去看什么呢？看这个业务哈，每一个业务单位哈，部门名称呢哈，它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OK， 那这个是问题零五，那问题零六的话呢，我们分别怎么样？各类产品的销售比数。刚刚的话呢是各类产品的销售金额的比例了哈，那我如果今天要把它改成不要是占不是金额，而是它销售的笔数哦，不是加总结果的话，那这里的话一样哦，把那个问题零六哈，把零五哈拖拉复制一下，那一样把它改成零六好了哈，所以第六个问题，那我如果要什么？不是要加总，所以再来可能要先把百分比先恢复，所以百分比恢复回来，好，那恢复回来的话，你就是把值的显示方式再改成无计算，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再切到摘要值方式，本来是加总哈，那请你把它改成项目个数，本来是三米幅哈，那就是把它改成什么康米幅，按确定 ，OK， 好，这笔数就出来了，不过基本上看起来
笔数好像比较没办法显示太多的内容哦，所以这边的话，其他 OK 好、哦，笔数部分，这个是问题06哦。那再来的话呢，后面还有7到12啦，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把刚刚的1到6哦，试着先试做看看。啊，底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啦，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哦，你再去插入什么了？插入那个枢纽分析图吧，这边有枢纽分析图，哦，看试着也玩玩看了。反正这个图哦，就大概把它比例上啊，或者是说你可以如果要强调是比例的话，那你可以用圆饼图试试看。画一个什么？画一个圆饼图看看，哎，每个县市占公司的销售金额各是多少？好、哦，那这部分的话，请各位针对1到6部分哦，先做练习一下哦。啊，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7到12的那个问题哦。